三字经第25集，犬守夜，鸡司晨，苟不学，何为人？蚕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，不如物。幼儿学，壮而行，上至君，下则民。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。人以子，金满盈，我教子，为易经。勤有功，戏无益，戒之哉，以勉励。